这个人开始做工了后，伊目睭好起。啊，所以咱看这个人以后来做是甚物代志？第一，伊有听耶稣的话。耶稣讲啊，我甲你报告，我安尼去说说，伊有去听，伊有去说。耶稣讲的话，这个人有听有去听。所以第二点，伊有接受了这个最难意义，耶稣的话，伊有听的。然后，伊有去说了啊，伊说说了后，咱看后来。这个青面人，伊做真侪见证，啊，人一直讲讲，啊，你太好啦，伊讲啊，都有人甲我医的，啊，这法利赛人讲讲，啊，是送甲你医的人，迄个我毋捌，啊，我敢若知影一项人讲，我较早青面即毛看着，啊，这法利赛人，啊，到高高年到了这个人，我提醒你讲，啊，我都甲你讲，都有人甲我医好，啊，恁毋信，啊，即毛我甲问，啊，恁有恁到底是个什么答案？啊，这个人一直在做见证，一直在做见证。耶稣甲我医，啊，我较早前面即摆有目睭，啊，啥物人个联合耶稣甲我医个，伊一直在做见证。啊，这就是福气天，福气天。做到最后，这个前面啊，咱来看到这种个最后，伊拄着耶稣，然后伊信耶稣。做这个人因为这个过程，伊个前面变做完全。然后，咱来看第二背后这个法利赛人。这个法利赛人，伊看到耶稣，咱知影耶稣是救主，伊甲讲伊是罪人。哦，啊，迄人互咱读这个故事，咱来讲吼，这法利赛人，这真正是青面人，这真正是青面。啊，到一个救主的面头前，你甲看做罪人，啊，这真正青面。咱下面来讲，啊，伊真正是青面。这个法利赛人真正是无看到耶稣是救主，啊，伊看到伊是罪人，伊安怎？伊不安怎？因为耶稣违反安息日的戒律，耶稣医治这个病人是安息日，啊，照因的戒律，安息日袂使医这种啊一般的病人，因会使急诊啊，吼，所以这古早的犹太人的规矩，我唔知今仔日的犹太人面的规矩是安怎，古早犹太人的规矩是安息日吼，会使挂急诊，那无医会死的这吼，这会使医啊，啊，不过那无医袂死的吼。迄安尿症会使医，爱放咧到隔两日。啊，所以有人咧讲笑讲，啊，若迄落急诊去互车弄的话，啊，无医会死，啊，咱恁应该医的。啊，若未死的部分，切去紧拖起，明仔载再来，再去继续医。所以安尿症是袂使医，一般的病。啊，这个人已经都进出事到前面到其他地方，所以这不是其他是无医未死，所以不在急诊的行列。所教安息日的规矩，袂使伊耶稣甲伊，耶稣甲伊，啊耶稣甲伊啥物意义？伊咱等下先做做，甲你讲先，即马先做广告者，等下先做了，咱咧讲十届的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四届，就是咧讲安息日的概念，伊咱等下甲你讲。啊，耶稣因为法利赛人来看作是一个安息日的破坏者，啊，这个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，对法利赛人，对法利赛人来讲。伊毋是干那一般个法安尼，这是伊民族个记号之一，这伊个就属真个，这是伊民族个记号之一。啊，所以因一个真固定个想法就是讲，按六节一定袂使破坏，按六节一定袂使破坏。特别是咱几年前啊，咱下边有查见有查亚利米，啊，所以咱对这个受也是来不及信。即个以色列百姓后来个亡国。巴比伦甲伊灭亡，啊，这世界宗教领袖都甲百姓讲，这是因为咱犯罪的，咱无遵守上帝诫命，所以咱要认真遵守上帝诫命，安尼咱才能够得救。啊，啥物叫做上帝诫命？就是律法。啊，这律法内底真重要的是，甲礼、甲安息日，啊，甲食物件律法，这三是啥？所以这安息日伫因的律法内底是算真重要的。所以，才会压迫，才会宗教领袖，伊就是讲，讲你看咱的历史，都是因为咱无遵守这个，所以咱的祖先的部落，所以今仔日咱一定要认真遵守，他会使破坏这个安息日的律法。所以，法利赛人伊已经固定有这个想法，伊无法度接受耶稣的安息日伊变人的这个新的人，伊就已经伫内底固定的这个想法。予伊无法度看到一个新的代志。有一遍，有一个牧师，啊，伊个朋友来找伊，伊甲牧师讲，牧
讲无算啊，阮小弟吼最奇怪，拢甲我问起，伊毋知有啥物问题吼，啊无算你敢会当甲我来去甲看卖，啊把我斗看者，看讲阮小弟到底是安怎来安尼，安怎安尼反击吼，啊个啊不是来甲我问起，啊即无算就甲伊去看，啊来看伊个小弟，啊甲伊做伙食饭，啊讲话开讲，啊了决定倒去，啊伫车底，即个朋友甲甲即无算问吼，无算话安尼看了安怎，阮小弟啥物问题？阮小弟无啥物问题，这朋友真实。伊讲，我都甲你讲阮小弟有问题，啊，你甲我讲阮小弟无问题，啊，意思就我有问题，气节都怪搞出来。啊，佫有一个啊，患病，啊，伊走看医生，啊，伊甲医生讲，医生啊，我感冒，啊，请你开药啊，我食。啊，医生讲，啊，你病偌久？伊讲我病三日。伊讲，啊，你开病三日再来我看，啊，无较早去看医生。我有啊，我怎去看？看一个中风的吼，我就甲讲我感冒，啊伊甲我看看，甲我讲我压落去，啊这这有够夸张，我甲讲我感冒，甲讲我压落去，啊所以我今仔日来找你，我感冒，请你甲我开药啊。哦，这医生讲，啊你若到遐搞，你头来我，你若到袂看医生，就知讲啊你着感冒，你当面搞晒电梯骨，食食就好啊。你头来不来我，你是袂叫我开什么药啊？你若甲，你著已经知影讲，你著已经决定讲，你叫做感冒，啊，你来看我东西。啊，这法律赛人就是安尼，伊认为讲是阮小弟有问题啦，不是我有问题，无算你太使讲好。我著甲你讲，阮小弟有问题。啊，我著甲医生讲，我著感冒，你甲讲我阿来一个，嗯，我著感冒。这个法律赛人，因为伊心内只答案懵懂，所以伊家己目睭暗起，伊无爱搁再看戏。所以，伊甲耶稣定罪，讲伊是罪人了后，伊就甲伊个目睭暗起来，迄个救主个部分一歪，啊，地主教耶稣说，伫伊个心目中变做罪，毋是救主。啊，既然毋是救主，才会发生暴力个事件。青年结果是安尼，青年结果是安尼。所以，伫这个话在这里个中间，咱爱来思考。耶稣最后讲一句话，讲迄个你若是生，啊你得到无代志；你若目光，你得到啥？啊，迄个意思当然不是咧讲目光的袂生钱，意思是咧讲，咱若是讲咱目光的，咱会无注意到一寡代志。咱若知影讲，我目睭才是无好啦，啊无好的时阵吼，咱行路咱会注意，因为我知影讲我目睭无好嘛，所以我咧行路我特别注意，当然特别注意啊。啊，咱若是讲我目拢装无问题的时阵，哦，你行路你都有当时啊，着一条椅啊，面面面啊，你都无注意着。真够受罪的人，靠谁讲我遭受罪？啊，真侪饮食的人是遭受罪，真侪司机啊，讲话像啊内底，迄吼，迄通常毋是迄落安尼当安尼讲的，迄拢是已经真过关，真够不细的人再讲对人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咱若靠谁，咱是冤枉的。咱翻倒转去，无注意的，把咱的目睭关起来，咱想讲咱看了已经够啊，结果新的咱拢做不出。啊，所以咱要来细致思考今仔日这个故事。今仔日这个故事到底什么人是聪明人？什么人是笨人？啊，这个爱不是个标准。啊，咱即马看到这个物件，做来叫做目光。不过耶稣除了安尼以外，也搁有一个新。你有看到耶稣？你有看到耶稣？我才有看到一个更天，我有看到伊啊，我看到你。啊，我是一个人，啊，伫灵性的边，咱有看到耶稣。咱若有看到耶稣，咱叫做看到。咱若无看到耶稣，啊，是咱甲耶稣看唔到，明明都救主，伊甲看到做，啊，生是做，咱就是做，无看到。住在这。咱伫安静的时间，咱来想看咧，咱是目光的人，阿毋是。然后当天今仔日圣经给上界头迄个所在讲路的定义，咱伫迄个路的定义啊，也是咱早就已经出去到路边。你有看到？有看到耶稣？你也有伫这条路的定义？咱当心。主感谢你，
来到这个世间，真多阮救助，佮替阮开路，予阮伫这条路的顶面通追求阮的志，总是祝阮常常伫肉体上目睭金金，毋过伫人生的顶面，阮有当时的无，阮有当时的彷徨，阮有当时的无够注意，你所讲阮无看到，也是阮家己看唔到，你所讲阮失去。祝你的福分上加大福气，祝你活在这一个中间，求你福分当安静我的心，来省察，来检查我的心中。我们到底看到你了，有看到你的真正心无啊？我是目睭的人。